各位第38届的这个学员哈，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已经进入第38届哈，哇，真紧哈。拄拄好介绍我姓郑哈，郑自在哈。伫海外不遮久哈，伫海外要到30年哈。因为市长的这个案件，所以黑名单无法度转来哈。转来了后，阁有伫遐关一年吼，即若有时间，阁来讲啦吼，是今仔无时间吼。我本身是台南，我是建筑师，成大毕业的吼，去美国留学嘛是建筑师，即马退休啊吼，即马换跑道啦吼，即马做油画家，画油画吼，做艺术家安尼吼。各位伫楼骹一楼咧食饭吼，边啊吊200幅图，迄图是我画诶啦吼。若是有人介意吼，会使买吼。即图要捐吼，民政府安尼吼。大家毋好顾食饭，无看图安尼吼。哈哈，较早讲咧，买还阁会付，还阁会付吼。咱知影吼。即、这个美国，即、这个华盛顿 DC 吼、哦，华府啦吼，即马奥巴马总统吼、哦，伊有一个网站，网站就是讲吼、哦，若有啥物要请愿呢？你会使摕写请愿书打去哩网站，吼、哦，你若一个月内底有法度。全世界哦，有法度25000个人来甲你联署，奥巴马就会甲你考虑即个请愿，爱甲你回应，吼、哦、所以咱民政府啊，伫顶个月8月7日，哇，就摕一个请愿啦，吼、哦、请愿讲安怎咧？讲台湾的主权呢，属日本天皇。所以请奥巴马总统呢，将台湾的主权呢，献给日本，哇，这袂歹呢，吼、哦。但是呢，一个月内底人数的吼，才2200几个人，哦，真可怜呢，吼、哦。伫台湾人数的台湾这人啊，无甲1000个，900几个。吼、哦，剩诶就是伫日本千几个，伫美国可能8到100个。所以就是讲，民政府啊，咱诶努力还阁无够。吼、哦，虽然是第38届啊，吼、哦，咱诶学员呢，已经有2000几个学员呢，即学员拢走去倒，化为人数诶时，阁900几个尔吼、哦。所以时间到伫。即个月9月7日截止的时阵，无要甲你回应，因为你人少吼，所以无采吼，即、这个机会失去吼。即嘛毋啦，希望是安尼啦吼。所以民政府咧考虑要阁提一个案啦吼，提一个请愿吼，所以希望会较侪人落去认输安尼吼。大家因为可能真侪吼，电脑无啥捌的吼，所以毋知要安怎连输，其实是真简单啦吼。你若袂，就找恁囝、找恁新妇，要找恁孙啊，对无？至少嘛连输落去吼。前礼拜我有读一篇文章吼，这篇文章是一个。台历史的教授吼，姓周啦吼，周万友啦吼。伊是咧讲有一出伊朗吼的即个电影吼，短片的电影吼。你讲安怎呢？讲吼有一天，伫教授咧上课，老师呢伫黑板呢写讲你甲你。顶有五，五，你家己哪会变做五呢？吼，
啊，一个学生伊就讲无毋对啊，你家己都是啊，哪会误吼？好啊，这个老师呢，伊就叫一挂迄个学长吼，较优秀的学长来给这个学生啊吼，来给威胁，讲你家己都是误。啊，这个学生呢，伊看那算都毋是咧，都是是咧吼。到尾呢，这个学生呢，在迄个乌目的头前呢，就被清杀掉呀，大死呀吼。就是讲，你家你爱是我，袂使死吼。啊，所以年久月深落去吼，哇，这学生啊，大部分拢相信你家你就是我，啊，无人讲你家你就是死啊。你若讲你家你就是死，会甲你病死呀。哦啊、所以这个故事呢非常简单，但是呢又非常深、哦啊、而且又很适合台湾的现况。台湾六十几年来，就是国民党的教育跟我们说，你家你就是五，你不可以说你家你就是四、啊、是、啊、好，我请你来绿岛乖一下、哦、十几年都给你关掉啊，给你扁掉啊！啊，到即马六十几年来，哎、欸，大家拢相信李家李就是五啊！啊，无马英九出来算了遐侪票，迄就是李家李就是五啦！吼、哦，这就是台湾的现实，就变作安尼。哦，这点咱来真思考吼。咱讲李家李唔是五啊，这个囡仔要用扁死的时阵。伊还阁回头甲伊个同学用两只手来比，伊用两只镜头啊，倒手啊，用两只镜头啊，啊，算出都死啊，那个，但是安尼就是甲你平掉吼、哦。啊，这个李家里等于我这个故事，我是感觉吼、哦，简单是简单，非常感动，吼、哦、啊，所以我这个前礼拜。有去一个网站吼、哦，啊，看这个美国 New York City 有一个美术馆，叫做 Whitney Museum。啊，这个 Whitney Museum 啊，这美术馆啊，我伫1970年有参与这个设计吼，这个真国际真有名的一个美术馆。哇，我就真。因为有这个感情哦，参与着设计咧吼，啊，就进入去网站甲看，啊，伊就讲欢迎你来加入做美术馆的会员安尼吼，啊，所以我就一步一步安尼甲加咧吼，你的名啊，你的姓啊，你的住址吼，啊，你的 email， 哎，尾后一栏吼，啊，你的填讲你是倒一个国家。啊，我啊，国家都台湾啊，啊，伊国家吼，拢是列甲你列好啊吼，你点落就是，哎、欸，啊，我就伫看看，哎、欸，啊，填落来就台湾，但是台湾的后边呢，是安怎呢？是 Province of China， 台湾省。我哎、欸，啊，美国人啊，相信你家你定是五，唔对啊，吼。啊、台湾当时变成中国的一省，但是美国人相信啊，这美术馆呢，这是真关键的知识分子呢，伊嘛呢相信啊，啊，所以我讲，哎、欸，啊，这人嘛相信，你家你就是我呢，哦，这是美国这知识分子哦，哦，嘛是安尼相信的哈。哦啊！我伫1970年代，当美国啊逃亡去瑞典哦，啊，我去清政治庇护，哎，啊，佫有准的吼、哦，啊，政治庇护退掉，因三年后吼、哦，就使清瑞典国的这个国民，啊，就有一本护照吼，啊，我三年后哇，啊，就摕到这本护照嘞吼，哎、哦。欸我就个边个看呢？我出生诶，这个人呐、啊，诶，这个所在是安那呢？
因为我是台南人吼，台南，卡嘛，刷嘞，甲你讲请啦，我讲台南那变请啦，去变中国去啊，所以这个国家吼，嘛是离家离顶有五啦，吼，即唔连个美国知识分子吼，即嘛连国家伊嘛是安尼甲你认定，你台湾是中国的。哦，所以即马伫全世界即个大家奥林匹克了啊，奥林匹克嘛是咧讲，你台湾的代表就是 Chinese Taipei，是中国人的台北，你袂使叫做台湾。哇，安尼咱要安怎呢？我是讲即马就是咱家己爱开始发声啊，讲你离家你毋是五，离家伊就是四啊！咱来坚持落去，所以各位若讲拄着讲人问讲，你是对个人，你是虾米人的时阵有当时啊你嘛想几步呢答即个问题遮简单但是毋知要安怎回答的我伊讲无啊，我台湾人啊，伊讲无，我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有诶讲我中国人啊，我你台湾内底遮侪种人咧吼，无人想讲伊是日本人咧吼。其实呢，即、这个咱到底是倒一国诶人吼，即、这个历史诶即个演变，咱知影即个日清战争日本甲清朝诶战争。即、这个清朝战输啊，日本占领所以战争要结束，就是要订一个和平条约。这个和平条约呢，中国这边叫做《马关条约》，日本这边叫做《下关条约》。这个《下关条约》内底呢，你讲清朝将台湾甲澎湖的充分主权割让予日本，意思就是讲，这土地主权割予日本，土地顶权的人呢，台湾人呢，伊就变做什么族？伊就变做日本族，所以日本伫1895年，伊就予住伫台湾这本土台湾人。2年时间，互你做决定，你是要做中国人，还是要做日本人？你若要做日本人，你就继续待落，继续你的生活，伫台湾安尼。所以自1895年开始，咱的阿祖啊，咱的曾祖啊，是拢日本人，我即摆咧讲诶拢公元啦各位头过来可能有讲诶，拢用民国啦即摆民国甲公元请问差几年？12年啦12年就是因为中华民国是1912年成立，所以1912年诶中华民国就是一年。所以12减7就是11安尼所以公元甲中华民国差11年各位呢应该将民国即个物件甲等来粪扫桶，因为民国已经无存在啊，中华民国伫国际上无人捌伊啊所以咱爱开始用公元即个物件即、这个马关条约了，就开始日本人来统治台湾。但是呢，伫1941年，日本呢向美国呢轰炸咱知影有珍珠港事件所以美国呢向日本宣战所以伫1941年呢，太平洋战争就开始啊，就拍来拍到1945年，
日本无法度啊，因为伊个政区吼太大咧，伊拍到东南亚吼，拢去越南啦、印尼啦、缅甸，我拢拍来呢。啊，你拢闹遐一兵，啊，所以拍到最后呢，站袂牢啊，吼、啊，啊，搁美国两粒原子弹，一粒弹落去希罗西马，吼、一粒弹落去那个沙基，哇，希罗西马。这粒哦，真厉害哈、弹了了后呢，差不多20万人哈、随烧死，哦，还是足厉害哈、啊，所以日本呢，就宣布投降啊，无条件投降，啊，无条件投降呢，这个盟军啊，马卡萨呢，就是讲中国这个战区，还是台湾这个战区呢？来接受日本的投降呢，就指派蒋介石将军，伊叫做 Generalissimo 蒋介石来接受日本的投降。哦，啊，所以1945年，蒋介石就派邓仪因这人来啊，吼、啊，来到地就讲，我要攻台湾啊，伊就是占领台湾，伊讲台湾伊拍赢伊爷啊，吼。啊，所以，伫1946年，伊就占领台湾。1945第二年呢，哇，就发布一个行政命令，讲伫台湾土地顶管这本土台湾人，就变做中华民国籍啊，甲一通公文哦，啊，就甲咱变做即个中国籍。啊，中国籍，即个英国甲美国就抗议。讲安尼违反国际法，你袂当吼集体呢将即个国籍啊改变去，吼袂使安尼吼。啊，结果伫1952年有一个叫做《日华合约》，《日华合约》就是即个中华民国甲日本订的一个和平条约，因为太平洋战争。战争就是讲吼，国家甲国家有宣战，啊，要结束战争呢，就是要签一个和平条约，即、这个战争才变作正式结束。啊，所以民国呢，民军有50几个国家吼，含即个日本有签约，即、这个约呢，和平条约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呢？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毋是签字国。啊，所以你无签字的时阵，中国甲日本的战争无结束。啊，所以呢，中华民国甲日本呢，佮签一个叫做《日华合约》。啊，即、这个《日华合约》内底呢，有一条，讲伫1945年。这个时点，伫台湾土地顶悬，这台湾人呢，被看作是中华民国人，伊英文叫做 deemed to be，什么样呢？被视作，还是讲被看作是中华民国人？所以，1952年啊，咱雄雄啊，但日本人呢？都变作中国人诶，1952年都变作中国人啊，啊，咱嘛真相信呢，因为咱退户籍是中华民国户籍咧，啊，身份证嘛中华民国咧，啊，用诶台币呢，虽然是新台币，嘛是中华民国咧，啊，所以咱就相信讲，啊，二加二等于五，无毋对啊，是中华民国人啊，啊，但是到1972年，20年后，日本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日本呢含中华民国断交，啊，断交的时阵，日本甲中华民国订的《日华条约》，有效啊无效啊？都无效啊，咱两国都无邦交啊，这条约嘛无效啊。
啊，条约无效的时阵，条约甲咱讲，咱是中华民国籍的，啊，即马条约无效，啊，咱是啥物籍的？咱怎啊回去咧？吼，煞毋知影啥物籍。啊，但是呢，大环境拢是你家己顶有我啊，一直到2006年呢。林志兴先生顶有200几个人去告这美国政府，这台湾人呢，走去告美国政府，美国是全世界上强的国家呢，你敢去告？告美国政府，请美国律师呢，美国律师提美金呢，伊无要甲伊提台币呢，即摆1比30，虽然毋是1比40哦。嘛真侪钱呢吼，啊你无相当的把握，你家己告一个政府，所以甲告落来吼，告落来结果呢，经过3年吼，伫2009年，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判决文，判决文安怎讲呢？判决文讲台湾呢。60几年来呢，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你台湾人无国籍，即摆咱个知影，美国嘛知影咱无国籍啊，咱台湾人毋知影咱无国籍啊，所以伊是讲60几年来，台湾无一个一致承认的政府，即个中华民国政府也无甲咧，咱无一定承认伊啊，60几年来，台湾的国际地位一直拢无确定，至少即几点甲咱讲啊足清楚啊，台湾的地位都是安怎，都是安尼，所以咱即马真清楚啊，人问你啥物，你是倒一国籍的啊，咱是无国籍，因为无国籍，所以咱袂当阁等于加入联合国吼。即马真侪台湾人嘛咧话讲，哇，要加入联合国啦，无法度因为你毋是一个国家，联合国的会员呢，一定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才会当加入联合国吼。即马讲到底中华民国？是虾米外国啊呢？中华民国，咱知影1912年，孙中山打倒清朝就建立中华民国啊，所以伫1912年，中华民国就爬起来，爬起来了后呢，拄着伫1930年代，日本开始侵略即个中国的东北。东北建立满洲国，就从遐开始含日本甲中国有一个小台，小台了呢，伫1941年发展做世界大战，足侪国家台台做伙结果呢，1945年日本打输啊，日本打输啊，中华民国就讲哇，我战胜国啊，我打赢啊。爸也真欢喜呢，但是呢，无几个月了后呢，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拍倒，拍倒变安怎？要走路啊，要走的，走无路啊，所以美国呢，佮再来台湾，这是1949年，1949年的台湾。是日本的领土。1949年的台湾，咱是日本人。中国的蒋介石带着伊的军队，伊的所有的即个行政人员逃亡来台湾，等于咱中国逃亡来日本的领土台湾，这叫做流亡。流亡的意思就是安尼啊，达赖喇嘛、陈世忠。流亡去印度另外一个国家，这嘛叫做流亡，所以1949年，蒋介石流亡来台湾，
啊，这个中共呢，就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照讲呢，中华民国和共产党打倒了呢，就应该灭亡啊。所以1949年呢，中华民国就死亡啊，伫中国死亡啊。伊个总统，啊是讲代理总统，叫做李宗仁啊，哎，伊就逃亡去美国啊。啊，这个罗伊啊，吼、哦，一般的这个百姓蒋介石啊，逃亡来台湾啊，所以中华民国就死啊，吼、哦。啊，所以中华民国这个物件呢，1949年开始伫国际上已经死啊，吼、哦。啊，但是呢，因为国际的这个政治，伊的冷战，刷来就是韩战，韩国的战争，哇，救着中华民国，吼、哦，美国需要中华民国来帮忙美国围堵，吼、哦。共产党啊嘞，吼、哦、啊，所以美国就支持中华民国，一定呢，一直到1979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含中华民国断交啊，吼、哦，伊就无要承认中华民国啊，啊，所以中华民国呢，会使讲死几啊届吼，第一届1949年伫中国死啊，吼、哦，啊，1979年啊，伫台湾伊嘛死亡啊。美国无要甲承认嘛，啊，所以伫1979年呢，美国定一个叫做《台湾关系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台湾关系法的顶关呢，就是讲，从1979年的正月初一开始呢，中华民国呢叫做台湾地理当局。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伊是台湾地理当局，伊也毋是一个政府，也毋是一个国家，伊敢若管台湾的一个当局。啊，所以咱每4年咧选的啊，毋是咧选总统啦，毋是咧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咱是咧选地理当局的局长。哦，啊，当然家己皇宫伊是总统啊。啊，所以咱过去也毋知影吼，哇！那咧4年选一摆安尼，咱拢足拍拼吼，啊去共光招吼，啊出钱出力，安尼拼啊，啊结果别人咧好康咧吼，因为国民党诶选举吼，选调也好，选无调也好吼，诶拢有好康诶咧吼，诶、欸、你选无调，一票30块咧，吼。啊，这算算的嘛未少呢，吼、哦！一票30，啊，你吼你10万票，看偌济钱，哇，嘛未少呢，哦，50万票、100万票，哦，啊，所以你若讲参选的总统，哇，摕500万票，哇，这滚来用呢，吼、哦！所以有好康的吼、哦，啊，光叫的人还无好康，吼、哦，真无好康。啊，所以。中华民国吼，啊，咱知影啊，已经死亡啊，无这个物件啊，吼，啊，所以伫世界上呢，伊叫做中华台北，啊，这个名称呢，伫国际上、甲国际法上呢，是正确的名称。安那讲呢？中华台北的意思就是讲，中国人流亡伫台北。叫做中华台北，吼、哦、，Chinese Taipei 的用法就是安尼。啊，所以各位就是讲吼，爱、哦、真清楚中华民国伊是啥物物件，吼、哦。啊，即马就是讲国家甲政府啊，两个无相的概念，吼、哦。政府呢会变，但国家袂变，吼、哦。啊，咱知影，比如讲元朝和清朝打败，啊，元朝就灭亡啊，无去啊，吼，啊，变作清朝。元朝是政府，啊，清朝嘛是政府，啊，但是这两个政府的国家呢，拢叫做中国。啊，清朝和孙中山打倒，
孙中山这个政府呢，叫做中华民国政府，啊，清朝就无去啊嘞，哈、哦。啊，但是伊国家嘛就叫做中国。啊，即卖呢，中华民国和共产党拍倒，无去啊嘞，哈、哦。中华民国就无去啊，伊这个政府呢，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政府，啊，国家也无变，国家嘛是叫做中国。哦啊、所以民进党咧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哇，这错啊离谱去啊！因为伊若安尼讲的时阵，吼、哦，拄拄啊好，因为你方拍倒的这个国家还是政府，吼、哦，拍赢的人呢，会使甲你接收，吼、哦。啊、所以台湾若是中华民国的时阵，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讲好啊，安尼就是我的啊，我会当甲你接收，吼、哦。所以咱袂当讲吼，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等于中华民国，袂当安尼讲吼。事实上嘛，毋是啦，吼、哦，因为中国呢，对台湾呢，并无任何的主权。吼、哦，伊含台湾呢，完全空起来，拢无关的吼。伊、哦、是干那咧用话话讲，哎，啊，自古以来台湾都是阮的啊。吼、哦，伊拢安尼话啊，但是国际上呢，无任何的文件，无任何的证件，啊，讲台湾是中国的吼，拢、哦、无啦吼、哦。啊，所以各位都真清楚啊吼。哦这个政府甲国家的这个关系，啊，中华民国的这个是啥物物件哈，啊，就真清楚哈、啊。啊，因为今仔日吼时间较短啦吼、啊，咱中途是毋是要休困下休困吼？啊，咱继续哈、啊，继续来讲哈。啊啊，今仔日呢，我主要是要让各位了解哈、哦。啊，台湾从1920年开始哈，足、哦、侪社会运动。啊，台湾真侪咱的先辈，咱的前辈，哈、哦，伊安尼为着台湾出钱、出力、出生命、出恁的青春，啊，结果呢，到现在呢。啊，袂叮当咧。咱即个台湾的现状，啊是台湾的地位，啊阁无法度改变，吼、哦。啊，即、這个1920年代，啊，毋是讲日本伫1895年占领台湾的时阵，吼、哦，台湾人无抵抗，有台湾人有抵抗，吼、哦，啊。台湾人抵抗的时阵，早期呢是武装抵抗，吼、哦、啊，咱知影这个啊，有一个真牛的台湾囡仔导演，叫做魏德胜，吼、哦，伊最近拍一出《赛德克·巴莱》，吼、哦，迄就是咧讲原住民用武力抵抗日本的这个战争，吼、哦、啊，但是。你抵抗日本哦，日本是一个正规的这个军队，啊，咱民间的抵抗呢，是德哥、刀菜哥、菜刀吼、哦，你无可能赢，啊，所以白白牺牲吼、哦，啊，咱知影魏德胜这出吼、哦，啊，有看到的人吼、哦，我是真感动啦吼、哦，这个原住民迄个精神吼、哦，在迄个年代，迄、那个年代，因都有迄个武士的这个精神啊。我若战书呢，切腹；战书呢，我吊死，我无可能投降吼、哦。啊，所以最后呢，战到大家拢死吼、哦。所以是真悲惨的一个故事啦吼、哦。啊，1920年代吼、哦，啊，咱知影这个。有一个新民会伫东京成立吼、
啊，这是林献堂先生定了哈，啊，甲这个蔡慧茹啦哈，伫东京成立的哈，诶，一个会，啊，1921年呢，有一个台湾文化协会，这咱拢有听到哈，啊，成立啊，领导者呢，蒋渭水先生，啊，林献堂先生哈，啊，文化协会。头一届、第二届诶，即个会啊，开会啊，伫林献堂先生伫雾峰、台中雾峰诶，即个厝内底开诶吼。啊，1922年有一个第二会举行动明会吼，啊，即是林献堂先生啊领导，啊，主要就是要求日本呢，互台湾人一个参政权，参加。日本的政治，吼、哦，因为迄个年代，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台湾人是日本人，吼、哦。啊，1926年，吼、哦，有一个台湾农民组合，啊，这个领导者是江杰，啊，甲这个赵刚，吼、哦。啊，江杰呢，伊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啊，到尾死掉呢，啊，领导这个。屏东的这农民运动，哈、哦，啊，咱知影迄当时啊，屏东的农民呢，拢真甘蔗，哈、哦，啊，真甘蔗呢，你来送伊回家，啊，回家磅了呢，啊，甲送伊糖厂去制糖，哦，啊，所以伫磅这个过程中呢，啊，回家甲你偷，哈、哦，偷斤了，哈、哦，啊，所以农民组合啊，就组织起来。啊，来抗争这个物件哈！啊，江杰本身啊，在日本时代，当然因为抗争的关系哦，日本人嘛有给判刑啦哈。但是最后呢，国民党来的时阵呢，国民党来清杀哈，清杀掉哈。啊，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哈，啊，迄个年代就是讲。有所谓这个左派、右派的这个想法，哈、哦、啊，所以分裂了后呢，组织一个台湾民众党，啊，这是台湾人第一个政党，哈、哦、啊，并不是这个啊，做小微的这边党，哈、哦，啊，1928年，共产党的。上海成立，哈、哦，啊，1930年，哈、哦，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哈、哦，林献堂先生、蔡伯雄先生啊来领导，哈、哦，啊，咱知影林献堂先生啊是台湾五大家族其中的一个家族，哈、哦，伫台中，哈、哦，啊，伫家人这边是严家，哈、哦，严家是这个。开垦这个煤哈煤炭哈，诶，这个家族大家族哈，翻袂过。即1920年代以来，吼，啊，即个社会运动，主要呢是争取参政权，吼，唔是要争取分离，要建国，吼，唔是这个意思。因为迄当时台湾是日本，即个殖民地，啊，台湾人是日本籍，吼，啊，伫即个运动的即个过程中啊。真侪足优秀的台湾人呢，和日本呢，啊，起诉判刑来关，吼、哦，真侪吼，啊，我只是干那写几个人尔尔吼，啊，其中咱知影罗浩医生，彰化人吼、哦，啊，是彰化一个医生，伊一方面在看病人，一方面写小说，吼、哦，啊，伊的短篇小说呢，写了非常好，吼、哦。啊，所以即马台湾文学啊，
将赖和医生佮称作台湾文学之父，哦，是真好的一个医生哈、哦。啊，这个医生呢，伊普通共看病呢哈、哦，啊那经济较歹哈，伊、哦、都欠少哈，哈无个收哈、哦，啊所以有一天啊，李高梅哈。哦我一小段摕个规沓嘞吼，啊，当这小段吼，当要去收啊，唔去收吼，哇，李高梅上鬼面吼，伊讲收收嘞吼，哇，今年好过年，结果呢，天光了呢，伊将这小段呢弄个收掉吼，不爱去收啊吼，伊讲我好过年，但足济人吼，歹过年吼，啊，所以。一个真有领导的一个医生哈，啊，真可惜哈，真早过身。啊，伊过身出葬的时阵哈，啊，彰化街啊，这彰化人哇，拢徛伫路边，佮送安尼哈，啊，真受到当地台湾人的这个尊敬哈。啊，这个杨贵嘛是文学家哈，伊写这个《送伯父》哈。啊，送去日本得奖吼，哦，真优秀的一个文学家，伊拢用日文写作吼、哦。啊，结果国民党占领了后呢，伊有写一篇叫做《和平宣言》吼、哦，啊，百几字尔吼。结果国民党呢，给判十二年吼、哦，啊，给抓去掠到关十二年吼、哦。所以，伫日本时代关。几礼拜、几个月，哈，国民党来至少拢十年个，哈，哦，都关伫遐，哈。啊，1934年啊，有一个叫做台阳展，哈，啊，就是台湾的艺文界、文化艺术界的一个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就是讲台湾人这艺术家因的作品呢，爱送去东京。去受到评审吼，啊，日本的这评审委员来评审，啊，认为讲，哎，咱台湾人家己的作品，咱家己审就好啊，吼，唔免阁送去个东京吼，啊，这是台湾人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吼，啊，这艺术家，哇，鼎鼎有名吼，啊，阁也叫条吼，这。但伫基寮街村吼，李兆桥吼，颜水龙、李梅洲、杨三郎、陈林波吼，啊，佫真济啦吼，真优秀的艺术家吼。伫1930年代，因的艺术成就都足悬啦吼。即卖因虽然遮人过身啊，但是因的图呢，伫国际拍卖顶悬呢，毋是几千万呢。一幅图拢上亿个呢，所以可见因的成就啊，啊非常非常悬啦吼。啊，陈林波先生嘉义人吼，啊国民党来二礼拜的时阵，就清杀去吼，真无彩吼。啊，1941年啊，拄拄也有讲吼，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啊，这个日本对。民国开始战争，啊，即个台湾人呢，真济伫迄个年代，拢去日本留学，吼、哦，去日本读册，啊，读册了呢，因无转来台湾，吼、哦，伊转往即个中国的华北，就是中国的东北，吼、哦，啊，因为迄当时日本伫东北呢，成立一个满洲国，啊，需要足济人才，吼、哦。啊，所以台湾这留学生拢走来遐去吼，啊，因去到中国了后呢，啊，唔敢讲因是台湾人，互相之间拢讲因是白痴啊，吼，哎，啊，唔是讲因是台湾人安尼吼，啊，这个家庭经济啊，较无好个啊，无法度去日本留学个啊，因为战争个关系，吼，就顶掉参加战争做军夫。做日本兵吼，啊，送去南洋作战吼，啊，真侪呢，两三万的人吼，送去南洋，结果回来无几个吼，大部分拢死伫
迄个所在吼。啊，1945年啊，日本接收无条件投降，哇！即个伫中国，即个台湾人啊，所谓的祖国派啊，真欢喜啊！哇，要倒来接收台湾吼，啊，回归祖国安尼吼。啊，结果呢，两年后，228哇，开始杀人啊吼。啊，即个去中国的，佮倒来台湾的，真济哇，拢清算吼，因为228。是国民党有计划要消灭台湾这知识分子，特别是伫台湾有经济基础的，这台湾人，吼、哦，你愈有钱，愈有土地，这人上台，吼、哦，啊，台了后呢，没收你的财产，啊，国民党的东山安那来，拢是从这开始，吼、哦。拢接收、没收这些人吼，啊，所以估计呢，有差不多20000的人断死啦吼。这是迄个美国一个副领事吼，罗杰克一下吼，伊讲差不多20000几的人啦吼。啊，其实呢，有真侪讲唔领吼，应该有10几万吼。啊，当时的户口吼，因为也无法度查啦吼。啊、所以至少吼20000的人吼，啊，这走不起这人呢，啊，吃雪红、杨克红，这是台湾的共产党吼。啊，咱知影吃雪红是台中人，吼、啊，一个真优秀的这个女性吼，啊，伊本身是一个养女，吼、啊，啊，咱知影伫迄个年代啊，啊，无可能让一个养女去读册啊。吼、哦，迄当时那查某囡仔啊，拢无读册较济吼、哦，啊，结果呢，靠家己的拍拼努力呢，啊，结果呢，共产党呢，将伊送去到莫斯科大学吼、哦，有两个台湾人吼、哦，一个贾雪龙，一个林木顺吼、哦，啊，去莫斯科大学读册呢吼，啊，伊228的时阵爱走吼。哦因为国民党要甲掠，要甲杀啊！啊，伊想讲，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啊，所以因呢，走去高雄的左营吼。伊、哦、当时高雄的左营，就是国民党的海军里啊吼。啊，所以因去坐迄个海军的战舰吼，啊去甲中国跳船吼，安尼倒离开台湾吼、哦。啊，这个。廖文业，咱知影，廖文业是森林人哦，森林的一个大家族，吼、哦，啊，这个大家族哇，土地嘛真济吼，啊，这个廖家无简单吼，廖、哦、家出6个博士，吼、哦，廖文业本身，吼、哦，啊，美国的博士吼、哦，啊，结果这个国民党要掠吼，伊就走去日本嘞，吼、哦，啊，走日本里面个掠。啊，国民党，咱知影吼，迄后部足济吼，伊啥物后部呢？我掠你袂着啊，我掠你兄弟啊，吼、哦，吼、哦，啊我掠你兄嫂啊，啊我掠恁孙啊，我侄啊，总掠，吼、哦，啊财产没收，哇，因遮兄弟啊呢，甲判死刑，掠关，啊，甲掠问话讲安那呢？讲你要转来无？你若无转来吼，啊！你这判死刑这兄弟啊吼，要执行，吼、哦，各位啊，啊，咱若是廖文业的时阵，啊，咱是变啊决定，吼、哦，是要救家己的兄弟，救家己的孙啊，啊，是要为着台湾搁拍拼落去，吼、哦，所以这吼、哦，这个决定是天人交战吼、哦，啊，结果伊转来啊。顶下至少救遮人啊，救伊兄弟啊吼，死刑变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关3-4冬放出来吼，啊财产一部分还伊啦吼，啊廖文业呢一个博士呢，就该派去石门水库去顾石门水库，啊所以吼活得真郁准吼，啊当下无几年就过身啊吼。啊咱知影苏明学义上吼，
即马已经转来台湾啦吼，伫日本安尼为着台湾独立运动拼啊吼，即马转来伫台北新庄吼，啊也是一关啊，哎90几岁安尼吼，哇啊搁咧拍拼吼，啊搁为台湾咧拍拼吼，真无简单吼。啊二二八的时阵啊，国民党要甲掠，哇，伊嘛爱走啊，啊伊要安怎走？哇台湾人足厉害呢吼。话要走了，我都走吼。咱知影，迄当时呢，屏东迄路面出产金蕉吼，啊，金蕉送去甲家人，用迄竹篮啊吼，啊，一人一人安尼吼，啊，靠人工啊，啊，举起咧船顶啊吼，啊，苏炳生这当时少年啊，哇，都脱目体啊吼，啊，一人金蕉害起咧金角头吼，啊，就爬起船顶啊吼。啊，去到船顶了呢，我伊就避咧，避到船内底吼。啊，船就开出去啊，驶到东京，伊就跳船啊，吼、哦，去到跳船去，就到日本啊咧吼。结果呢，跳船无偌久呢，就警察抓到。哇，你这跳船啊无证件，我甲抓起来呢，要甲送倒来台湾。我送倒来，阮死啊！啊，拄到国民党呢。一条公文寄去甲日本，吼、哦，日本政府阁要通缉苏明先生，吼、哦，啊，苏明跳船了呢，伊就向日本政府申请政治庇护，伊讲伊受到迫害，国民党要甲害，要甲抓呢，吼、哦，啊，这条公文呢，啊，证明讲国民党要抓伊啊，吼、哦，啊，所以这条公文才救着苏明，吼、哦，所以日本呢，就让苏明留伫日本，吼、哦。哦，政治庇护安尼吼。啊，1949年啊，拄拄也有讲吼，啊，共产党拍赢国民党，啊，国民党啊走路啊，啊，走来台湾，就是流亡吼，伊、啊、是流亡政府。啊，咱知影1949年的蒋介石，伊是在野，伊毋是总统呢，伊在野呢，在野意思就是讲伊是百姓吼、啊，啊，但是。1950年啊，哎，哦，1950年，我还教科书就甲咱讲，蒋介石要复兴四世，哎，什么意思啊？就是讲伊搁倒转来做总统啊？哇，总统要做唔做拢实在话咧吼，伊讲我要做总统啊，哎，啊就真正做啊咧吼，就是咱所了解的。复兴四世吼，啊，所以国民党在1950年呢，伫台湾阁活起来，无死呢，阁活起来吼。啊，了后呢，就开始咱所了解的白色恐怖，哇，比二八较厉害吼，台人吼，啊，即马台人唔是台湾人，中国人吼，走来台湾的这中国人拢讲，遮拢共产党拢爱台吼。所以太真济啦吼！啊，1952年吼、哦，就是旧金山合约开始签字生效吼、哦。啊，五零年代，就是那时候伫台湾迄站的30年代、40年代吼。哦迄个年代的即个优秀的台湾人吼，啊，那大学毕业呢，啊，拢走来美国去，走到日本去留学吼，啊，走去美国的，啊，伫美国从事台湾独立运动，走去日本的吼，啊，从事台湾独立运动吼，啊，1957年啊，台湾正义会有选举吼。啊，有所谓的五虎将，吼、哦！啊，1964年呢，有一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吼、哦！啊，这是彭明敏教授，吼、哦，甲因两个学生，一个是贾聪敏，一个是魏丁条，吼、哦！啊，魏丁条已经过身啦，吼、哦！啊，写啊，自救宣言要哪写呢？在迄个年代是反共大陆的年代，吼、哦！啊！伊自救宣言讲：“哎，反共无望啊！吼、哦，唔好反共啊！
啊，你遐物国潮相反啊，即太偷做啊，啊，所以遮人就掠起来吼。啊，伊个学生呢，判刑啊，十几年啊，掠去关啊。但是，潘明敏本身呢，是国际有名诶一个学者吼。啊，国民党啊，佫毋敢甲判刑吼，甲软禁，吼禁伫因兜吼，无要出来安尼吼。啊，软禁经过三四年吼。潘明敏先生感觉讲，安尼伊个性命，我若危险吼，毋知啥物时阵国民党要甲杀、要甲害吼，毋知影，啊，所以感觉无安全吼，伊是讲莫走咧吼，啊，走离开台湾吼，啊，伊是24小时有人咧甲监视咧吼，啊，你要安怎走，吼，啊，所以台湾人足巧诶吼，伊有法度走咧。啊，伊安怎走呢？伊即马就开始吼，伫因兜个客厅个窗仔前，就拄啊徛吼。啊，监视个人就有看个，讲啊，伊徛伫遐呢吼。哦，伊逐日就拢，逐日拢去遐徛啦吼。啊，开始流喙须、流头毛安尼吼。啊，经过几个月，哇，变胡须个啦吼。啊，头毛啊足长啊。啊，有一天呢，一个美国个宣教师。叫做 Thornbury 吼，啊，即宣教师，宣教师呢嘛福州的咧吼，啊，有一人来甲拜访啦吼，啊，拜访了呢，迄人呢，一个福州的就出去啊，就转去呢，啊，一个留伫因兜呢，啊，结果出去迄个是平民们教授啦吼，啊，留伫因兜的是一美国的宣教师吼，啊，过天光呢。即个美国宣教师就徛到窗仔前吼，啊，互即个监视人看咧吼，监视人远看，啊，都福州还佫伫遐咧吼。结果，平平平教授呢，都已经飞去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吼，啊，即个监视还佫报告照写吼，啊，无时无日还佫看咧平教授伫倒位安尼吼，有即个故事，啊，即、这个故事是真的吼，真的故事安尼吼。因为今年即个 Thornbury 即个宣教师有出版一本册，就是讲平明明先生安那倒离开台湾吼，讲即个故事安尼吼。啊，1970年，啊，有一个世界台湾独立人民成立吼，啊，成立了后呢，当时即个领导人啊，拢转来台湾啦吼，咱知影即。蔡同英、张灿龙，吼，即摆有诶做立委诶，吼，有诶捌做过市长诶，吼，啊，倒来安尼，啊，伊当时我是迄个台独人民诶，即个一名执行秘书啦，吼，执行秘书，吼，啊，70年代真侪代志发生，啊，拄拄啊讲诶，潘明敏先生倒离开台湾，1970年代有一个市长诶事件。哦，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啊，无法度讲这吼。啊，1971年呢，蒋介石甲伊的代表被驱出联合国吼。啊，这点呢，咱大家爱清楚吼。国民党拢甲咱讲，中华民国被驱出联合国，诶，毋对，无正确吼。联合国的国语文。写得非常清楚，就是讲蒋介石甲伊个代表驱出联合国，中华民国个会籍留伫联合国。但是中华民国个会籍呢，由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华民国无方驱出联合国，是蒋介石甲伊个代表吼，方驱出联合国。所以这点吼，咱爱真清楚吼。啊，1975年呢，蒋介石死亡啊，煞咧，即个中了教会有一个林宽双言吼，1978年呢，因老爸死呢，伊继续独裁吼，统治台湾吼，1979年哇，嘛真侪代志发生吼，即个美丽岛事件，1979年。美国甲中华民国断交，还有成立一个台湾管理法吼，即拄拄有讲吼，台湾
就是一个地理当局，哈、哦、，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哈、哦，伊唔是一个国家哈、哦，啊，所以咱来真清楚哈，伊、哦、唔是国家。啊，1986年，哇，民进党成立哈、哦，啊，87年戒严哈，啊，戒严了呢，因为戒严了哈。哦啊，无危险性啊，吼！所以真侪人哇，拢投入去选举吼。啊，因为选举呢是国民党设计好的一个制度吼。啊，咱若拢大家拢投入去选举的时阵吼，国民党的性命呢爱继续落去，伊袂死吼。啊，所以咱针对中华民国，咱应该采取呢。无合作主义，伊咧讲啥，咱拢无要甲信；伊叫咱创啥，咱拢无要甲创。这就是无合作主义。所以伊咧选举，咱拢莫插伊，伊就变无望啊！吼、哦，啊，毋是咧，哇！咧选举到吼，我足侪台湾人拢足热心的啦吼、哦，就讲哇，互民进党赢啦，安怎啦吼？吼、哦，袂使互规碗捧伊吼，无要紧。哦，规碗芳伊，哎，国际上拢有咧看吼、哦。你一个统治当局无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的时阵，国际嘛袂甲你支持啊，吼、哦。啊，你若大家斗落去选举的时阵，嘿，啊都有啊，即台湾人都拢甲拥护啊，吼、哦。啊，所以有这个问题啦，吼、哦。啊，1990年代伫海外即台湾人。台湾留学生就开始大家拼了转啊，要突破黑名单，在海外参加冬泳会吼，大家拢黑名单，哎、欸，啊，我嘛当时嘛是黑名单吼，哎、欸，因为参加刺杀蒋经国啊，当然是黑名单吼，啊，所以我嘛想讲，哎、欸，差不多爱转来吼，在海外将近30年啊嘞吼，啊，所以我迄当时呢。摕水电的护照，飞去东京，啊！伫东京想讲要请一个签证吼，转、哦、来台湾。啊，我着走去伫东京的啥物，东亚啥物关系会啦吼、哦，啊，要请签证。哇！迄、那个签证迄个人啊问讲，啊，你有机票无？我无咧，还袂买咧。伊讲你买机票来吼、哦，我签证随好你。哇，欢喜一个嘞吼！啊，去买机票较简单吼。哇，咧拼去买一个机票吼，啊了签证就甲扣落啊吼。好，我当时非常欢喜吼。30年毋捌转来台湾嘞吼，啊有签证吼，啊我这个护照阁是真的嘞吼，啊签证也真的嘞吼，啊这转来台湾绝对无问题啊。结果呢，我飞转来台湾哦，桃园机场呢。入关的时阵呢，哇！电脑啊做记号，电脑试咧吼，表示讲这个是黑名单的吼，我甲冻掉咧，我就叫呢丁师来啊吼，啊丁师就真远就甲我讲郑先生安怎吼，我奇怪伊那知我啥人安尼吼，伊甲我判说呢，袂带往你入来，我虽然袂当入来，我这护照真诶，毋是假的啊，啊签证你发的啊，我哪袂当入来。伊讲歹势啦，我们行政疏忽啦，哈、哦，啊，我作业有问题哈，歹势袂当了。我行政疏忽，恁兜个代志啊，啊，我要入来，我要转来阮兜啊，我袂使，好，甲冻伫机场，冻3-4点钟吼，好、哦，尾啊派5-6个少年嘞吼，穿皮的夹克吼，好、哦、来到店内，就我甲杀起来吼，甲卷起来。好啊！就是走入去一台飞机的顶端吼，啊，佮原机佮送倒去东京吼。哦，我是非常受气呢吼。啊，这是阮家吼，我要倒来故乡，啊，这是我的权利啊吼。啊，那袂当入来。我安尼好啊，啊，我用家己的办法，我要倒来台湾安尼吼。所以我叫讲出呢，是1991年的正月吼。所以1991年的6月呢，啊，我就等
汤机场呢，啊，都礼拜啊，哦，礼拜过好水噶，无代志啊，哦，啊，我哪礼拜呢？我摕别人的护照咧，哦，啊，这边摕别人护照嘛是要有技术的吼、哦，你来去找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年纪差不多，身高差不多，啊，面啊，生做差不多的吼。哦啊，搁即个人护照要借你呢，你若毋借，你也无法度啊，吼、哦！啊，所以即本护照我退，我啊着甲礼拜啊，哇，真欢喜啊，转来啊，吼、哦！啊，隔天我着雇佣记者招待会，吼、哦，讲我、哦、回来了，吼、哦，你要甲安怎呢？吼、哦！啊，结果我就讲啊，转来我的管理，我回转来我的故乡啊呢，结果呢，国民党呢用个奥博，伊讲你违反国安法。偷渡入境，伊讲我偷渡倒来，我完了偷渡，啊！你也毋知我当时倒来啊，你也毋知我等倒一个港口入来啊，伊嘛照样给你起诉嘞吼。啊，结果呢，哇！这个法官真了收，甲判一年呢。这黑名单啊，这人啊，拢5个月、6个月，一颗罚金吼，啊，你钱到到也无代志吼。伊甲判一年，哇！判一年啊，坐一年足足呢，365天呢，吼、哦！啊，迄当时啊，伊若判两年吼，坐、哦、一年就会当加刑啊。伊调工甲判一年，等于甲判两年吼、哦。所以我伫遐要关365天。啊，伫台湾判一年吼、哦，我伫台湾坐3个工啊，吼、哦。开始甲掠去台北土城吼，即嘛阿扁安尼关遐土城，啊土城呢，我判一年的吼，结果呢，含另外一个台南的关做伙，即台南的10几年啊，吼、哦，我来甲抗议啊咧吼，讲啊你甲怎会样办啊袂样办，中兴方甲轻兴方是啊分开，袂使男男做伙啊，我讲你啊，互我一间房间。吼、哦，我家一个要关一间房间，伊讲袂使嘞，阮遮无遐济房间嘞吼。啊，第二你家一个关吼、哦，你若自杀吼、哦，我歹交代嘞吼、哦。我靠惨啊，我变当个台湾自杀嘛无迄个道理啊。我不管啊，你来一个房间互我安尼吼，我甲抗议。所以无偌久呢，就来甲我通知，我有啦，有一个房间哦，真大间，你要去哦？我伫倒。伊讲有啦，伫高雄燕巢啦，吼、哦！我高雄燕巢，我互你关咧吼，啊无自由咧，啊我关伫台北，关咧高雄应该相共啊。哦好啊，我来高雄吼、哦，啊所以就甲送去高雄燕巢。哦，一间房间袂细间咧吼，普通关10几个人诶吼，啊、哦、关我一个吼、哦。不过迄间房间吼，乌臭臭龙样，地板烂咯吼，你无小心倒来啊，落来迄种啦，吼、哦。啊，伫迄个高雄燕巢吼，啊，我听讲台湾有所谓即个外衣间，叫做外野间。啥物叫做外野间呢？就是讲间到无围墙的啦吼，你要走会当走的吼。啊，间到暗时啊，无甲你锁门的吼，啊，你拢会当偷走了着。但是有一个条件呢，你的刑期要一年内底，吼。啊，我咧判一年尔，当然一年内底啊，所以我来甲请吼、哦。啊，迄个高阳也甲主讲啊，你袂准啊，你即个案件袂出个袂甲你准啊。我啊不管请看卖甲讲，啊结果有准呢，我就甲送去台南山上诶即个外衣间、外野间。啥物叫做外野间呢？内底有周休二日诶啦，吼、哦。你拜六礼拜吼、哦，甲你放出去吼、哦，啊，你拜登来报道吼、哦，啊，拜六礼拜啊，恁厝的人啊，啥物人要来甲你看会使咯，啊，佫会当留大遐过暝吼、哦，还袂歹咧吼，啊，所以我伫遐吼，啊，佫拄着迄个邓局长，佫对我袂歹咧，毋知是安怎吼、哦，因为伫外一家吼、哦、爱分组。每一个犯人呢，拢一组一组，一组种菜，一
组饲猪的，一组饲鸡的，一组扫涂骹，吼、哦，啊，即、这个顶头顶头，你拢毋免啥物做，啊，你的工课呢，就是放风了呢，去鸭寮啊遐画图啊呢，吼、哦，哦，哇，赞啊，啊，所以。知影放风，下晡时放风，啊，我就伫遐认真画图、画油画安尼吼。啊，所以画到我出角的时候，哇，袂少图啊。所以我出角的时候吼，啊，伫迄个外野间的门口口吼，办一个画展啊吼。即有这这故事啦吼。1991年呢，哦，有遮个代志发生吼、哦，有毒大案吼、哦，啊，有一个一百行动联名啦吼、哦，各位可能知影吼，较早就是讲有一个一百行动，就是讲刑法一百条，伊是讲你他干安尼想啥，就是犯罪啊。哎、欸，我安尼唔对啊，我无落去执行，我他干咧想啥？我要抬你，安尼有罪呢，吼、哦！啊，到尾呢，刑法一百条提掉，吼、哦，废除啊，吼、哦！所以真侪人因为安尼，互判刑的拢放出来，吼、哦！啊，1996年呢，啊，李登辉先生呢，伊是第一任的民选总统，吼、哦！啊，2000年就是阿扁啊，吼！阿扁啊，代表民进党，哇！当选这个啊，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哇，真欢喜的吼！我、哦、当时我嘛真欢喜呢吼，嘛变伊个总统府呢，参加伊个迄个就职典礼吼。啊，结果呢，佮证明讲，八年的总统啊，无法度正面建国吼，无、哦、法度讲。咱改一个名，台湾改一个名，啊，实行一个宪法，台湾就变作一个国家，无可能吼，袂当安尼啊，改变台湾的主权吼、哦，啊，所以真清楚吼、哦，选举袂当建国安尼吼，啊，唔然呢，啊，变本身呢，啊，拍落去乌罗吼，目前啊，个咧国民党官安尼吼，啊，这个。伊讲抗两年吼，啊，咱知影，啊，就是有遮个即个啊，各即个美国政府的吼，啊，拄仔有讲啦吼，主要呢是根据旧金山合约，啊，旧金山合约写个真清楚，就是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一切的管理，吼。啊！你放弃了呢？要交予倒一个国家？还无讲，吼、哦！啊，无讲的意思呢，变作台湾的这个主权、台湾的地位无决定，吼、哦！啊，所以变作台湾未定论。但是旧金山合约呢，写得真清楚呢，美国就是主要占领全国。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哈、啊，主要占领全国。啊，主要占领全国呢，伊对台湾就应该有管辖权。伊对台湾有管辖权，伫台湾土地顶管的台湾人呢，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啊，这个保护呢，包括咱有。迄、那个旅行的这个自由，啊，所以美国呢应该爱发予咱旅行证件，吼、哦，啊，咱就是安尼个过啊。啊，结果呢，经过三年后，吼、哦，即马来讲，这个论述啦，就是这个何瑞言吼、哦、，Richard Hutto 吼、哦，啊，加林志升先生定这个论述啦，吼、哦，是经过美国法院。诶，这个验证吼、哦，这个验证吼、哦，啊，所以这个论述是正确的吼、哦。啊，所以这个美国诶，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呢，啊，拄拄啊有讲啦吼，啊，都、就是真清楚吼、哦。伫60几年来，台湾呢
人民一直拢生活伫即个政治联合内底吼，啊，无一个一直任职的政府，啊，伫国际社会中无确定的即个地位，吼、哦，就甲咱讲清楚台湾的实际情形是安怎吼、哦，啊，特别是法院呢，伊是咧讲，什么人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这是政治问题，不是司法问题。啊、所以法院呢，唔敢针对这个案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吼、哦，伊讲这是政治问题，啊，政治问题解决了，以司法较有法度啊来解决这个代志呢。吼、哦，啊，最近民政府伊有将这个啊判决文呐、啊。在法院内底判决文吼，的一个部分上精彩的部分哦，伊有公布出来吼，啊真精彩吼，啊主要就是讲针对旧金山合约的这个主要占领全国这个问题吼，啊所以法官问这个啊美国政府的律师，伊讲条约是毋是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啊，这个美国律师啊，伊哦唔敢讲咧吼，伊讲唔是咧，美国唔是主要占领全国咧吼、哦。啊，这法官讲，啊条约唔是写个足清楚吼、哦，是主要占领全国啊。伊讲是啊，啊，但是今仔日诶法院嘅问题吼，唔、哦、是讲要咧讨论美国是唔是主要占领全国，伊是要讨论讲。在台湾顶管本土的台湾人是毋是美国的国民，是这个问题。哦，伊煞变作安尼吼。啊，所以这个问题确实就是讲，台湾呢是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吼、哦。啊，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这个国家吼。哦啊，今仔因为时间差不多到啊，哈，啊，我留两分钟的时间哈，我各位有啥物意见，啊，有啥物问题要提出来分享的无？我来，请讲。不是王永南是邮包案，伊是寄邮包给当时的行政院长，叫做贾聪明，啊、哦，啊，结果邮包拍开呢，伊的手呢有炸伤，啊、哦，所以伊甲迄个刺杀蒋经国无关的，哦，啊，时间点嘛，差我去差几啊年。哦，无共，哦，啊，刺蒋案是迄个我甲黄文雄先生，哈、哦，啊，去刺杀的安尼，哈、哦，哎，这点甲你讲清楚安尼，啊，阁有无？那无咱这个，哎，哎，哇，死真久啊，无，伊毋是德山的，哎。啊，可能改名，哎，改名啦，哎，伊那伫咧即下可能百几岁啊，无可能，嘿、哎，改名啦，啊，伫台湾改名足济啊，改名嘿，吼、哦，安尼若无问题吼、哦，啊，咱今仔日啊，即、這个课呢啊，直接结束，啊，感谢大家，感谢，谢谢你。今日休困十分钟。